好，接着带你看看这张照片呢、啊。那么这个女生她是谁呢？这是小 S 自己 PO 的照片。她说她正在熟睡，女儿帮她拍的。那么特别 PO 上来，她说：“哎呀，真是很真实吧，也够丑吧。”没想到网友就很热烈的反应，开始讨论说也不丑啦，只是说没有什么气势。但也有人调侃说，是不是嘴巴不闭起来，是因为肉毒打太多了，闭不起来了？你看她嘴巴张开开睡觉。好，那么甚至她的好朋友陈汉典看了以后就说：“S 姐，我本来睡不着的，现在看了这照片，我睡意都来了呢。”